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石门山的登山口。那石门山可以说是到合欢山来旅游多半都会爬的一座山，但这座山的路状况是比刚才的合欢尖山要好走得多了，而且比较平缓，但是距离稍微长一点点，大概要来回要一个小时啊。但我们准备要从这边出发。在这个地方啊，环顾四周啊，风景非常非常的壮丽，因为周边的山峦呢、在云脉之中啊，能感觉到若隐若现。今天天气其实是非常好，万里晴空，可是因为怎么样，前几天啊有下雨，所以啊有微微的雾霾，稍微有点影响风景的质感。好，我们准备要爬山。我们现在在石门山的半山腰上，可是有点有点不习惯，没关系，我就是在慢慢的走，然后等慢慢走一走，今天就是要走慢慢走，然后在这边一边录一下一边拍照。还好吧，打一个招呼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没问题。刚刚突出的就是那个奇来峰，是不是？奇来峰，对，奇来山，对，对对对，奇来山，对对对，奇来山那个是在过去啊，没有多远哈，奇来山过去没多远哈，在右边那边就是玉山主峰了，快到玉山主峰了，哎，眼尖尖的，对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那个就那远方位的。拍得到吗？现在拍的不清楚，哇，后面还有一座大山呢。对。非常壮观。这个从后面回顾，风景非常非常的美。刚刚我们曾经爬过的合欢尖山就是这一座。就是它。好，哇，今天太难得了，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玉山的圆柏，居然长了大概有三株，啊，这个就是玉山圆柏，非常的坚韧，你看，你们可以看它的枝干，非常的硬，短硬。漂亮，哦，我们在半山腰上，前面就是石门山。贵族又饿了，哎，找东西吃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待会儿来吃。我现在把周边的美景哈，把它留下来，真是太美了，视野是太棒了。今天天气又好，这远方位啊，太壮观了。哇，走了将近三十五分钟，我们终于到了石门山的山顶了。这上面有一个一等卫星控制点，啊，这是一个卫星控制点。那也有一个三等啊三角点，这三等三角点一般来讲都是做测量用的。我还没有找到测量点在哪里，没有山顶看到。我在这个地方拉近
面背景可以看到，这个呢就是合欢主峰了，那准备我们明天要去爬的。那回首来时路呢，这个是最远的，这个大山呢是东峰，我们去年曾经爬过的，在贵州去爬过。那东峰前面这个山呢，就是刚才的合欢尖山啊，这个小小的看起来啊，淹没在那个山林里面啊，看不太清楚啊，就这个。背后可以看到的奇来北峰，这个就是奇来北峰，这个是奇来主峰，奇来主峰在这里。所以从石门山和周边整个的瞭望哈，对周边的这个中央山脉的地区啊，可以说看得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可以看到来时的整个的这个道路的景况，以及啊合欢山庄、合欢营地。在20-30年前，这带地区啊，在冬天的时候，整个都被大雪覆盖，作为寒汛的地区啊，到处都是滑雪场。那现在因为气候的暖化，已经没有这样的景象了。